接下来就等一下，那我也要跟你说一些话啊，就是你女朋友也太漂亮了，是啊，很漂亮，对啊，很让人家嫉妒啊，你有这么好的另外，那你因为我也很优秀，我知道你很优秀，那你六月四号如果你跟她领证了，你会答应我，你真的会疼爱她一辈子？那必须的，真的吗？是的，你会帮我好好照顾她，必须的，爱她，必须的，好啦。谢谢，好，哇哟，可以，可以，哎呀，谢谢，哎呀，这个激动的，希望我可以看到你幸福，然后我感觉出来，有一个拥抱吗？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，他一定会很幸福，加油加油。那我先事先跟你说结婚快乐。好了，哎，这。